大家開心咪得咯，係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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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誒、啊啊啊、都兩位女主角都很好好嘅，係啊。即係識打籃球嘅女仔嚟㗎，分別。咁可能自己中意打波嘅，可能就、如果有睇籃球嘅女仔，可能就可能真係會多啲話題啩，係、啊。通話你贏咗佢之後，俾佢覆出喎，即係拍嗰陣時。嚇、啊！哦，温啊温。係啊。哦，呢、這個好正常。梗係我贏啦，係咪先？啊！咁你俾唔俾你出場啊？梗係唔俾啦，萬一輸點算？好樣衰又話輸俾女仔。梗係啦，所以我係同佢打球咧，我開波先。係啊，打。揀嘅女仔都係要一定要誒，比你差少少咁樣。咁啊唔係，唉，嗰下純粹男人要面啫。佢但係佢都好勁嘅，佢都好勁。又冇乜幻想過喎，通常我打波就同自己男仔 friend 打多啲嘅，冇想象過話同即係如果將來有個女朋友嘅話會係，如果佢識打都 OK 嘅，可以同佢一齊打嘅。等先啊！收埋咗人哋個。Danny， 哦 ，sorry， 我揸下面，我揸下邊啲，好。哎呀！我攞住啊，夾喺衫度一樣好嗎？哦，都得。係咯。哇！紅啦，喂！紅金啊！紅金啊！OK，OK啊！咁譬如，如果女仔同你打，你會唔會讓佢咧？即係輕手啲。我唔會。通常我打波嘅時候就，係咯，就會認真啲，都尊重啲嘅。哦，係 Demi Lillard， 好開心嘅，好開心啊！有一個 NBA 嘅球星嚟到香港同大家一齊玩啊咁樣，所以都學到好多嘢，係。兄弟好羨慕你哋三個去嚟去飲。啊，佢哋有冇話特別咁羨慕嘅？係咯，咁我哋其實啊係咯，我哋 Eden 啊 Stanley 係我哋三個真係都好開心嘅，真係。你係會有責任啊？哦，我未鋪啫，係我都有嘅，係係。簽名嗰啲嘢。有，難得你一次。咁你喺個NBA 球星面前嘅表現係點啊？嗯，咁你睇我已經鋪咗片啦，我自己話上籃都炒咗，係啊。緊張啊真係。都太樣衰啦，真係。有冇緊張啊？平時真係唔會炒啊，真係。唔知點解嗰日都係咁，不過我唔係炒得最多嗰個。邊個炒得最多？邊個？係邊個？開名。有個人就網都掂唔到。係，我真係唔係炒得最多喎，係。但你受傷之後第一次喺公開活動打波，會唔會事前都好緊張？我又冇嘅，因為我平時自己已經有打波一排嘅，所以都唔會因為呢個傷緊張咯。即係因為啊 Demi Lillard 喺度嘅時候，就真係好緊張，係啊。但係你勸唔勸佢 follow 你俾 Eden 嘅？哦，冇話特別勸嘅，不過都好開心，即係。冇話特別用呢啲嘢去羨慕啊，或者咩係咯？咁真係可能因為 Eden 同阿 Demi Lillard 佢哋兩個都有成日傾偈，英文叻啊嘛，咁我就覺得我自己都需要進步啲啊啲英文。咁你有冇用英文同佢傾偈？哦，冇 ，nice，yeah，good shot，nice nice。因為咁樣而學好啲英文。嚇？可以，呢個可以為咗呢一件事學下。有見面，不過其實大家不嬲都無論各自每一個成員發生咩事，我哋都會俾好多空間對方咯，係都知道太多嘅關心反而可能未必係好事嘅，係啊。但係你都知佢係發生啲咩事咯？都有關心過嘅，大概都了解。我覺得每個人可能情緒都唔好嘅時候，所以就透過唔同嘅方法去抒發出嚟咯。係啊，因為我哋三個都變咗即係追星族啊嘛，咁所以就大家都好開心咯，係啊，佢都好咗好多嘅，放心大家。咁可以講下你演唱啊？第19號演唱會。係咯，
希望大家都買到啦，係咯，都買到啦，係希望每一個想睇嘅人都可以睇到。即係終於都同所有人見過見過面咁樣，同埋都好開心，最後都幾順利嘅。暫時嗰個開會嗰個流程，係啊。是一個很好看的表演咯，應該係好有信心係。成個場都係自己一定會請一些自己想請的嘉賓嘅，咁但係就未知數咯，好多嘢都係啊。琴晚純粹是傾成個演唱會的流程，就其實仲有很多很多 detail 嘢未傾嘅，係。哦，反而不是，反而演唱會，因為真的第一次個人的咁大的演唱會，其實有很多專業人士的幫助，我自己都我只會講我的概念俾大家聽，咁好多實行上的一啲 detail 就俾很多不同部門的人負責，係。你 poster 嘅概念係咩？哦，那個是真的想跟大家講，其實是一個哇，這個講很久喎，這個概念，即係一個水的一個。哇，怎樣講呢？這個又比較我試圖這三個字，整個所有概念都是源於小黑老師當初在鏡中鏡寫的那三個字，我試圖。其實我卡了很久的這個概念，就最後就終於磨到這個概念出來了。但是不介意很多人聯想到另一張海報，即是有幾多明白啊，明白啊，明白啊。其實這個出post 之前我哋都有擔心過，但因為都覺得真係嗰一張相最表達到嗰個概念咯，咁我就覺得啊唔緊要咯，係咯。你有冇睇啊？自己學校嗰啲，因為好似有小豬啦，小豬嗰個真係冇諗過，我係有睇過嗰個海報，反而我嗰個冇諗過，嗰個冇諗過，睇完都覺得啊係喎，係啊，但係唔緊要咯，係咯，因為都真係有好多類似嘅概念啊嘛，咁啊。唔緊要咯，大家嚟睇就知點解係嗰一張噶啦。其實，因為我哋有好多張揀咗好耐，係啊，都最後都係揀咗嗰張。睇到飛先得嘅。你兩張。身邊有冇人已經問定你攞飛啊？有啊有啊有啊，媽咪嗰啲啊。姨媽。而家突然之間係啊，都係嗰度有好多親戚嚟嘅。大概而家嘅數量。表妹啊，表妹十八。係咯。表妹嘅親戚啊，所有人嘅親戚啊，係啊，好多嘅。唔係，都希望身邊嘅人可以睇到嘅，當然，如果睇到嘅話就都戥佢哋開心嘅，有能力嘅話都會幫大家。有冇聽 AI 揾光場嘅 DIY friend？ 有。點咧？有冇 comment 咧？係啊。我覺得都唔係呢一個科技係一個幾特別嘅一件事咯，對於音樂嚟講係咯，咁啊大家都可以見識到唔同嘅人用唔同嘅方法可能去唱咁樣。所以我自己都覺得很得意。有冇想像即係 AI 疆土啊？或者 AI 疆土，我見到佢哋有用我嘅聲去唱人哋啲歌啊嘛，係咯，咁希望冇失禮。係咯，佢唱你又點咧？聽完又點咧？覺得？我覺得好得意咯，即係好似啊，真係。係啊，冇諗過，自己都想玩下睇可唔可以。你如果想係想邊個？光波蘇華。邊個？未諗，冇特別諗，我就係會睇人哋 po 出嚟嘅嗰啲好多好多cover 咁樣咯，冇特別去諗咁樣，係啊。因為尹光都有同阿 Ian 講生日快樂。想同尹光講生日快樂。可以有機會嘅話，希望都得到前輩嘅指點啊！我絕對可以嘅。你遲咗一日同 Ian 講生日快樂。係啊係啊，因為嗰日真係呢兩日。即係忙演唱會嘅嘢就冇乜留意太多，其實跟住就突然之間醒起係喎過咗添，不過都真係唔緊要啦，係啦，心意啫。仲有冠軍燈。哦，係啊，我想講我唔記得咗，我原來舊年都用翻同一張相。可能我下年都係用翻呢張，係係係。哦，我有睇啊，有睇，因為都好開心。很多參賽者其實佢哋嘅比賽都好有表演，都好有心思嘅，即係都希望大家留意多啲，係啊。你有冇睇好邊位？中意邊位？
暫時有冇話去特別去留意？因為我唔係話每一集都追曬，我係真係睇一啲 highlight 咁樣，係啊，所以都唔係話即係每個都支持咯，一定。大家即係希望大家留意比賽本身多啲。做星一你睇翻曬未啊？我、哎、十幾集，係啊係啊係啊。睇到啲人，睇到啦睇到啦，幾好笑嘅真係，無啦啦，因為真係做星五啊嘛，咁就想睇翻以前。的很多很多每一屆的不同的一些片段。那你最大的分別是什麼？就是再看自己你覺得怎樣？就是一二三愛你那些。嗯，不要提了，不要提了。又不敢看啊？我沒有，我 skip 了自己那些其實。我們看大家那些。為什麼 skip 了自己？尷尬的，真的，真的尷尬。我想每個人看自己變得很尷尬的，真的。當然我比人看他自己都會尷尬。是啊。大家嗰時候各種髮型啊、打扮啊，喺街上面啊，係咯，咁就好得意嘅真係。大家睇翻做星五啦，都係誒。反而懷念有得出街嗰陣時，可以好大膽。係啊，好大膽啊！嗰時候係咯，又搭地鐵，跟住又有一啲環節其實冇 po 出嚟嘅，例如我哋真係有喺某條街嗰度同好多路人講話，喂，我哋係全民做星。但可能真係因為片段有啲尷尬，啲公司冇播，嗰個好好尷尬嘅真係，係啊。好 ，OK， 唔該曬。Thank you。